黑木耳，性味属于甘平，功效有排毒解毒、活血止血。食用禁忌方面，脾胃虚寒的人就尽量少食了。黑木耳有可补血气、润肺虚血，经常会用来改善气血亏、便秘这些症状的。而现代药理来看，黑木耳是能够增强免疫力、清理肠胃，而排毒功效也非常好的。